近来啊，有关于三峡大坝变形的这个谣言呢，又甚嚣尘上。因为雨季又到了嘛，你看，从这个你可以在这个网上搜索一下，说这个三峡大坝变形，你就可以看到好多关于它的话题啊，太多了。有辟谣的，有造谣的。其实这个谣言呢，是从去年开始的。是当时啊，是有一个叫冷山的人发了这个三峡大坝的谷歌图片，就是这个图片。他说是这个左边这个呢，是早期的三峡大坝刚建成的那个照片。那右边这个呢，是近来就是去年吧，去年或者前年的照片，说是一下子变形了这么多。那如果是真的是这样，那当然可怕了。因为三峡大坝嘛，是中国最大的工程，规模大，耗资很大，1000亿吧，当时就。另外呢，是因为它这个水量太大，如果三峡大坝有任何问题，真的是。溃了坝，溃了堤啊，那问题很大。三峡那个长江下游那些中下游那些人啊，生命财产就受到威胁了。而且呢，大伙儿都知道呢，长江中下游啊，那是中国经济那个重要的地区啊，那是太重要了。如果是那个地方毁了，那个地区毁了呀。整个中国经济就，哎呀，不好说了，是吧？所以说是很重要的。一旦这个谣言出去啊，出来之后呢，造成挺大的恐慌啊，那会儿都在说这个问题。但是是不是真的呢？是不是真的变了形呢？没有。为什么说没有呢？大伙儿都在说嘛，你看像在网上说这么多话题，而且这视频呢。你在三峡大坝变形搜索一下，在 YouTube 上搜索一下，也有很多这种话题啊，有辟谣的，有造谣的，但是呢，都没有确凿的证据。你说大伙儿一般人谁住在三峡大坝的旁边啊？顺便看一下就辟个谣，没有那么容易。我自个儿呢，在美国呢，是吧？那就算在中国的那些朋友呢，也不能说是在远的地方啊，也不能说就随便去一下就照个照片就辟个谣，不那么容易的。其实也不用那么劳师动众了，就凭这个图片就可以辟谣。这是谷歌的图片，左右两边都是谷歌的图片，谷歌卫星照片嘛，这个是直的，这个是弯曲的，那怎么来辟谣呢？咱们从细小的地方来看一下，这是最重要的。你看，先把这个图片放大，咱们看一下，看啊，你看这儿，看。这是直的，这是弯的。再看，这是直的，这是弯的。就说这不受力的地方，这不受力啊，这个地方不受力啊，它怎么会弯曲呢？那这地方不受力啊，肯定不会弯曲嘛。这就明显，这就。一般智商有智商正常的人都可以看出来，像那造谣的呀，那一个是他动机不纯啊，再一个他智商有问题。你说这么大的话题，你随便造个谣就那么弄出去，那一旦被别人识破了，你就成了笑柄了。他不严谨，你就不看看那看一下坝是弯的，那再看旁边的东西都是弯的。
这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来那是假的嘛，不是说是假的，就是说这个图片，谷歌的图片变形，待会儿是众所周知的啊，所以说是你看啊，就从这个因为这是谷歌的这个在网上很流传的好多谷歌的图片嘛，你看头一个呢。空中有人啊，那是人形啊，或者是什么其他什么东西啊，空中的。这个呢，人没有头，这个呢有一个光柱，好像是星球大战一样。这个呢，这个人，半个头没了，那肩膀也变形了。这个图片呢，这是大街嘛，那空中有一个黑洞，是吧？这个猫，你看，只有两个前腿，那整个身子都没了，后腿当然也没了，这可能是尾巴吧，是吧？然后这个人，这是人身马面啊，可能就是说，在谷歌拼图的时候，把那个马头拼到人头上去。这个是好像外星人来了一样，在下面呢就是这个，你看这个，这人脸上发光，身上发光，这个是空中有东西啊，你看这鞋子凭空挂在那儿，那这个好像是有人说是天路啊，通天的路，这个整个上身都没了。你像这些，把鸽子的头放在人头上，或者呢，那可能就是人家在搞笑吧。你看这，影子都是这样，这就说明这是真的啊，就人家就是套个头，鸽子的那个头套，在那玩呢。说是命案发生现场，居然拍到了命案发生现场。这个是，你看这，好像是幽灵建筑一样。你看这些，所以说这些图片呢，就是谷歌的图片了，就是说变形的图片，是因为谷歌啊，它在拼图的时候拼错了，所以说是，结合那个，再结合咱们这个图片呢，就知道它是假的。而如果有的人说是我不相信。还是不相信，那么咱们看一下那个中国有三峡大坝，那美国那个胡佛大坝很有名，大伙儿都知道是吧？来看一下，看这是活，这是谷歌活的土啊，活土，你看是谷歌的活土，我现在就在谷歌那个地图上呢，看啊，这儿看见了没有？这儿变形了，这儿也变形了。咱们再看那个人拍的，用飞机或者无人机拍的，看这儿，好好的圆圆的，是吧？对比一下，看，变形了，圆圆的，这儿变形了，圆圆的。再看这儿就变形的不像样了。再看啊，看着啊，这是正常的。你再看变的。简直就不像样，就是说呀，谷歌地图变形了，那是真的就没有变形了，真实的情况是没有变形，所以说是，就只要智商正常的人都可以自己立辟谣啊，不用去那专门劳师动众啊，我要。真去那三峡，我还得坐飞机回到中国，我去那儿弄个无人机，那弄多大的事儿啊？就正常的智商一下就看出来，不要听从这些谣言啊！那造谣的人啊，他是有恶意的，他有些反华的力量，就是像你看，像这些人啊，这个。这就是反华，这个人啊，批评中国什么什么，那中国不是没有缺点啊，但是你从中国取得的成绩，
来说，中国确实是世界上比较好的国家，那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单从这个三峡大坝的变形这个谣言上呢，咱们就可以，只要智商正常都可以看得出来那是个谣言湖泊大坝变形三峡大坝变形，还是那句话。头脑正常的人都知道这是假的所以说是不要相信吧，不要相信那种谣言，咱们自个儿心里清楚，他那谣言就不攻自破，所以说大伙儿请放心好好的过日子，好好的工作，好好的为中国的发展出点力。等一段时间我也想回国为国。出点微薄之力为中国，所以说大伙儿都一起努力，让那些恶意造谣的人随他去吧，中国强大了，他们自然就俯首称臣了。好了，现在就说到这儿啊。